我谢律师妈对神主所传达的讯息，新型冠状病毒是对全人类所展开的大灵消清净化，我们神主所的行动能够拯救全世界。去年年底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造成全球死亡人数突破百万，不仅对我们的日常生活造成巨大影响，更对社会和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未来疫情会如何发展仍无法预知，今后在后疫情时代及与新冠病毒共存的时代下，我们神主所该如何掌握疫情的发展，又该如何去面对？朝下个玉金轮计划立教的第二个六十年出发之年，世界埋咖喱我们教团在去年顺利迎接了六十周年大祭。虽然我们蒙允许完成了这六十年的玉金轮，但接下来我们将要朝下一个新的玉金轮计划，也就是教团立教的第二个六十年出发迈进。而就在我们要朝下一个新的玉金轮迈步出发的时候，正好爆发了这次的新冠病毒疫情，这是神对全人类所展开的大灵消清净化，而这也是自立教以来不断呼吁大家的玉金轮即将进入火之洗礼的大浩劫期。宗教复兴与重盟五道，神在玉金轮计划上想要建立天国文明的决心是非常坚定，因此无论遇到任何的阻碍还是会全力去推动。人类原本是神所疼爱的神之子，所以神并未真的狠心想要透过火之洗礼对人类进行审判甚至抹杀掉其灵魂，而是因为人类累积过多的污浊，加上邪神邪灵界大肆活动，造成世界纷争不断，不幸现象层出不穷，如此下去天国文明将永远无法实现。神认为人类的物质科学文明若再持续进展下去的话，全人类势必将自取灭亡，甚至有可能对神灵界造成重大影响，因此暂停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希望人类能恢复到如神代时期灵魂像神那般的洁净。而要洁净灵魂，除了我们自己要积极去消除外，只能由神亲自为我们进行清净化来洁净灵魂的。然而如果只靠神的灵消清净化来洁净我们的灵魂的话，照现在人类污浊的程度，就必须进行大灵消清净化才行。如此一来，全人类可能会因此灭亡。于是神希望从那些能觉悟而且已经了解玉金轮的人当中去拯救能自动自发去洁净自身污浊的灵魂，因此才施下了真光之液与神理真光。此神理教义是神代时代我们的父母神亲自教导降生于地球上的人类的为神之道、灵智之道、古神道的教义。世界埋咖喱我们教团的教义其实就是当时古神道所流传下来的教义。神曾誓欲要实现人类历史的移民和宗教复兴，所谓复兴就是让古老而美好的东西重新复活、复古的意思，也就是将原本创造天地之神所亲自教导过人类的教义融入所有宗教，让所有宗教回归于根本。宗教的使命原本应该是要拯救世人，带给人们幸福的，如今却不断出现一些造成他人痛苦让世人陷入不幸的矛盾。世界上的民族宗教原本都是出自于同一处，因此神才想要我们人类回归于原点，复活回到如生活在神代时代神与人类一体的世界，同时去编织一个多元文化之世，以及建立爱和协调的天国文明。灵源国之国民的使命，国产灵之神与身为三代无须上大的教主有很深的因缘，这尊神是开花正火发华的神。现在火产灵之神虽然帮我们暂时镇压住了火之洗礼，但不可能一直都这样为我们抑制住，终有一天火之洗礼一定会正式展开。因此在神进行严格的灵消清净化前，我们自己要先洁净自身的灵魂才是最重要的。当然就算努力服务益人业或努力引导救人，也有可能在某种情况下感染新冠病毒。若是真的感染了新冠病毒，一定要到医院接受治疗，
出现症状时该主动申报的也要依照国家规定主动申报，一定要做好隔离与确实的治疗。若是确定了感染新冠病毒，也希望能抱持自信与确信，相信自己正在努力接近灵魂当中，一定会没事的。神希望在火之洗礼正式展开之前，能有更多的人能够得救，而神对努力去引导救人及努力传达实践神理正法的神主手赐下的守护也会越来越大。灵源国是全世界灵界的灵成型，因此只要日本的灵界干净的话，其状态就会复制显现到全世界。所以当日本的各位能努力去引导国内有因缘的灵魂时，在海外被神主手所引导的人也必定会不断增加。能为了神去引导救人和传达实践神理正法的神主手，才能称得上是真心真行的神主手，也是神最想拯救的对象。神主手具有作为指标的任务。神城小治愈正式的火之洗礼何时会开始，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又会发起何种规模，如何去斟酌，取决于神主手的状态来决定。也就是说，神主手具有作为指标的任务。神主手们洁净到什么程度，意念是否从逆法转换为正法，对主咒的意义理解了多少，有努力奉捐主咒一协赞和前往主咒参拜吗，是否有为了神认真伸手施光去引导救人。神会看神主手的努力程度改变对全世界所展开的火之洗礼的方式。换句话说，我们神之手的行动会大大影响世界是否能得救。现在因为新冠疫情，在社会经济和日常生活上虽然受到很大的影响，但仍希望大家能互相帮助，互相扶持，一起跨越这次的清净化，一同努力朝下个新时代的御神院迈进。教主会在主座本殿持续为各位神主手们祈福，愿各位能蒙允许每天充满活力的为神使用，且家庭美满幸福。同时在教主有生之年里，也会和大家一同努力朝世界步调迈进。恳请神主手们能努力去拯救更多的人。以上是教主对各位神主手们传达的讯息。在这统一之月，希望大家能在今年能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以准备迎接光辉灿烂的令和三年，2021年新的一年。